陈讲师慈悲，前道即功，昏道即功。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咱前林副前林，各位讲讲师，咱各位前林，大家早安。讲师早安。以下是我们上天慈悲，做事的方主。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牺牲奉献，搁有咱老前辈者的老会、的老官，搁有咱前人的提拔，甲咱所有栽培，互幸福，会当伫咱二号道场，一片遮辉煌、遮殊胜的道场来学习，今仔咱道德经第六章即节课。那么，正如咱早前咱前人甲咱慈悲的。咱今仔坐伫遮，够简单？无简单。无简单嘞！若是上天慈悲，慈父菩萨，老前人前辈遮的牺牲、劳苦、劳肝，无因这片的用心，就无咱今仔会当坐伫遮，遮尔领自在。所以咱嘛是爱抱着真感恩的心，来到咱道场。只是听班而已，也是会当把听班的道理用伫咱生活，来甲变成一种妙理。这嘛是咱各位前贤，咱来去思考，咱来学习经典。上大意义是要听，也是要用听来化为行动来改造。那么当然，咱一开始要学习，咱顶一章、第五章，咱做伙来念一遍，敢好？好，来念台语啊，念国语。台语吼，好好，来念台语啦吼，来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祖教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祖教。天地之间，其有托有合；喜离不屈，动离愈出；多言数强，不如修中。是啊，老子在第五章甲咱讲忠义、修忠。但是各位前贤，咱拢有咧修忠无？咱敢知影忠义倒？吼、真侪前贤就点头讲，知影，我知影忠义倒。啊，这忠呢，咱若伫中庸来讲吼，第一章有讲，忠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哇、这个大形容就是真大真大的一个根本呢。啊，咱嘛希望讲，咱照着呢这个本，这个中，会当来甲伊体会至道的奥妙。所以呢，老子第六章来继续去甲咱讲，这个中到底这个中有偌大，是毋是咱所想的迄个中？也是老子咧讲宇宙这个天地这个大中，交咱所想的是毋是同款？咱来甲咱第六章来甲读一下，有哪台语的吼？哦，好，来，古时不俗，是为贤弼；贤弼之文，是为天地基。绵绵六存，用之不勤。哦，一句就先甲咱讲哦，古神不俗啊。啊，咱各位浅显，咱想看嘛，这天地之间，万物生生灭灭，敢有迄个不俗的？哈，无不俗的吼、有生就有灭，敢是？啊，有生就有灭是安那？老子会甲咱讲一个，敢若无合天地之间人讲的
万物生长的道理，敢若无符合哦。啊，这个无符合是安那？伊伫第五章，这修语来，都要随讲这个古圣章，也是着要希望伊着古圣章来甲咱讲，这边着道有一个体。啊，咱讲道有一个体，互咱会当来明白这个道的奥妙。但是就像安尼问哦。真正在讲经典的时阵哦，讲虚空啊，虚空有偌大？各位先生想看嘛，虚空有偌大？足大，吼、哦！啊，足大就讲到经典，讲到尾啊，讲到足大、足无、足虚、足空，所以讲到经典，讲到尾啊，就是一字啥？足空、足无，什么拢无？安尼什么拢无？咱今仔日想要讲啥？讲一个无的吗？咱来甲伊，伊本文有汉的，这种呢，算伊伫《道德经》哦，八十一章内面哦，上短、字上少的25字尔。但是呢，伊的意义啊，伊的意涵是上深的哦，真歹解释。啊，有汉呢，事实真缓慢啊吼，但是佫真应用吼，会当来分配着这种。确实讲，等一下拿来分享的过程当中啊，叶仔若是有不足，是错误的所在，盼望咱各位前辈者，给叶仔多多指正。那么，这第一的部分本文，叶仔加分做三段：以古神不俗，是为现变。从这个虚的、空的、无的境界呢，来甲化作一个实体化。讲无的物件，要甲化作有。啊，无的就是无的，要哪化作有？这嘛是咱老祖啊，伊的智慧哦，伊已经体会着天地之间迄个奥妙的精神伫倒位。所以咱先来甲伊看。你讲古神，即个古，咱伫一般的字面上啊，还是字典内面哦，伊拢有写古字，即个就是夹伫了山甲山的中。山甲山，两支山的中，迄、那个纳尔的所在叫做国。啊，迄个国神啊，这个国啊，画个国啊，画这个国，这国内面嘞，画有水，画无水，吼、哦，画有水，画无水哦。所以这个国，这个国的内面嘞，咱啊好啊，甲想，山国甲山国，敢会？有一日的山崩地裂，敢会无去？会呢。但是伊讲中有一个神哦，迄个神啊，伊一般的意味顶来讲，伊是天地万物啊的一个主宰者。神来讲啦吼，伊意味顶来讲，伊是天地万物创造的主宰者。伊嘛是人的精气甲注意力，迄个神来讲哦，会当是精神的，咱讲伊的精神甲伊的注意力来讲。啊，搁伊讲伊作虚极的、玄妙的、不平凡的，那会当以神来甲伊解说。哦，伊讲这山谷内面有一个作神奇的一个主宰者，有一个作玄妙的，迄、那个精神不平凡的神伫内底。啊，咱搁伊真个，咱去咧爬山，搁有看到这个神。有哦，哦，不简单哦！你去爬山看到，是看到山神，还是看到国神，这无同款哦。吼，话真个讲，有啊，山有山神啊，吼、哦，咱像咱平常时啊，咱咧住个土地嘛有土嘛是有土的神啊，吼、哦，山神、土神、水神拢有。但是真个讲个真吼，毋是即个神，伊咧讲个即个神呢，伊佫讲到即个不俗。那么即个俗的义。义啦吼，咱以义来甲听的，伊的含义是啥呢？俗就是失去生命，俗就是拼命，拼命的使人当解释是拼命的，买当解释讲伊失去作用，买当解释讲伊就是无灵活，差差，袂灵活，啊个安那袂改变的，拢不可改变的，就是固定伫遐死的物件，所以讲不俗，伊个俗的义含完嘞。我伊个意话顶哦，即句古神不俗，伊甲我讲，古神不俗内面伊就讲一个真玄妙的一个主宰者的精神，迄神哦，伊未来
消失去，未来改变，未来未灵化失去作用，永远拢存在伫遐。伊尾仔句就甲咱讲，伊讲即句叫做啥？伊讲即个叫做现变，哦，即叫现变。啊现呢？第二话，二点来，咱来揣册来看啦吼。现就是有乌色甲伊红色，你阿咩？乌色佮你阿多一点仔红色，啊，但是即摆拢统称叫做乌色。现来讲就是乌，啊，佮有咱啊深远恶妙，看袂清楚。咱暗蒙蒙的时阵，咱看袂清楚，看袂清楚的哦，互咱目睭看袂清楚的。啊，佮咱啊高深莫测，哦，高深莫测，互你头壳想袂到的。哦，你心内安尼摇，你就摇袂出来。核心哦，就叫做恒。那么病呢？哦，这个病，伊讲是过去的一寡经典记载，也讲是一母的牛，但是大部分但通称拢叫做雌性的动物，雌性的啦吼，有公的有母的啦吼，就是讲雌性的动物。啊嘛是一个代表母体，代表一个心机。伊讲哦，这个是一个做恶喵。咱目睭看袂清楚，头咱摇袂着，高深莫测，一个真玄妙的母体，予咱的生机，就带伫即个用即个无的咯。安尼讲哦，是毋是嘛？佫足空的吼、哦？安尼摇下吼，照着一个图，咱来甲研究一下。其实摇下吼，研究即种的时阵吼，感觉足痛苦的，安那痛苦。做玄妙的啊吼，做虚的啊，做空的啊，有那时阵咪是真痛苦。要安那来甲伊化作家己会当理解，佮来甲分享予咱各位前辈者。照你讲，咱各位前辈者拢比有那较清楚。即句话意涵是啥？但是咱要佮家己化作当个较清楚，甚至咱会当佮来分享予其他兄弟姊妹听。现在用的一条图，咱这条图吼，咱来甲伊看卖。这条图是咪有山甲山？山壁甲山壁中有一个坑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中有看到这条线，这个叫做谷，就是谷。山谷就是山甲山的中，你看到遐无物件，空的、虚的、无的，你拢看无的，遐叫做谷。啊，那么安尼话佫看袂清楚，你讲这个虚空，这个无的，无的物件，你咱讲做有，来又较佫到。把这两片山甲围着三角形的，这两块三角形的就是山，山甲山的中叫做虚空，叫做谷嘛吼。但是，有法你做嘛是安尼认为呢？但是若是当迄个谷，咱安尼甲想，是毋是即个爱甲藏起来，伫内面嘛吼，够藏起来。咱若看咱咧爬山是去咧看图，你看这条图顶边够藏起来。山谷无藏起来，敢是？山谷无藏起来哦，咱来进来甲看，大自然演化咱看山谷无藏起来。啊，即摆因为后壁迄个图看伊较乱哦，咱来迄个图吼来甲跳开。啊，咱来甲想，山谷若无即个顶悬迄个凹字形的藏起来，即、這个形有偌大呢？即、這个虚空，即、這个体有偌大？咱若讲即个空间是迄个圆色的底的内面。迄、那个神的虚空的体，就像遮大。迄两粒山，只不过是迄个体内面的两支山而已。安尼，即个无的物件，咱就看到，迄、那个白所在全部拢是倒的实体，就是迄个空的物件。吼、哦，敢若你全部拢甲摕掉，安尼来看，就看到迄个空啊吼，看到迄个无的啊。但是迄个无的到实在，到存在。那各位姐姐，你去思考去到安尼？看完嘞，拢自然吼，啊，这个自然你有感觉不可思议无？有哦，敢那无呢？敢那伊敢卖钱？你敢有甲买？啊，你敢有甲讲谢谢，请你好我？你敢有甲多谢，甲拜托伊到来？奇怪哦，啊，你甲伊处置，当然，啊，甲用字好出去嘛，当然，咱敢要咧甲讲一句谢谢？感觉咧，甲呼吸，你逐天呼吸，讲哦，多谢这空气，予我呼吸，多谢这个空间，予咱行咯。
谢咱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虚空吼，就这个，互咱会当直接生存，感觉甲感谢过。为什么无？因为咱感觉伊无存在啊。我们不觉得它很重要啊，咱就是感觉伊无重要哦。所以像咱脑子会点出这个点，这个、点嘛就是真理，不真理点完书。各位前辈者、领导者咧，甲咱提，咧甲咱提醒。咱平常时啊，咱感觉足自然咧过生活，透早起来，出门，不管是去上班、上课，倒转来厝，搁睏，逐天安尼循环循环，有感觉生活足无聊啊。少年人拢会甲听我讲，我好无聊哦，啊，人好无聊哦，找什么乐子来玩？因为生活上过循环了，无起伏啦，拢平平啊，拢平平啊，就感觉生活真无聊。啊，咱各位浅浅，咱来呼吸空气，感觉这空气无简单无？其实许下干咧家己想，许下真正家己想，家己检讨，许下并无感觉这空气无简单嘞。许下感觉讲，伊就是自然给咱的尔。你有甲说说，伊嘛存在。你无甲说说，伊嘛存在，但是伊敢有因为你加感恩挂，伊互你较侪吼，一直互你，互你强咧，氧气伤侪，咱嘛会受不了，咱敢知？空气的所有的拢有一个比例，有一个比例，伤侪伤少，咱的身躯拢会袂动的。所以即卖较有啥物 PM2.5， 种塑料的，咱的安那，咱的气候，咱的身躯拢会唔好。所以伤侪伤少对咱人拢唔好，但是伊袂因为呢，咱有加来讲，减来讲伊就好。为虾米？伊迄物件一开始甲咱讲，伊就是不变的啊。伊这个道体是实际存在伫遮，是咱拢去甲伊忽略掉，咱拢无去啊注意到，甚至咱拢无去感觉到这个道体，真拢存在伫咱的四周的。各位姐姐，你真有感觉道体伫你的四周里无？有道无？嗯，咱真地球叫做地心引力吼。啊，若无地心引力，咱真大家伫遮吼，许较飞天顶啊，咱真大家拢飞天，天花板顶悬啊。咱去看过迄太空船有无？是安那？伊就是无迄个地心引力，大家拢浮起来。啊，所以哦，咱是安拢会停伫遮，咱来撑下地心引力。这地球，这引力，老母娘，遮不住，造物主，这个存在，毛浅浅甲咱问，敢真正有咱所谓造物主？这点嘛，就是咧甲咱讲，这个遮不住，然后宇宙的主宰者是确实是有存在的，是咱普通人一般顶唔知影，但是你讲一般顶，咱拢搞信的。拢会话讲啊，伊咪讲上帝啊，吼，伊咪讲咱的佛祖啊，佛内面阁有一个祖呢，所以叫佛祖呢，唔是单分尔呢吼，去更无上去还有上帝之子，耶和华是上帝之子，啊，伊去更无有一个伊顶管的天父，叫做天父啊，啊，咱呢，咱来通称，一般话人讲造物主、造物主，咱来叫做咱的。无极乐母，咱的无极老母，也就是咱的佛体性的奥妙。啊，这个无极的乐母不是佛法讲的，是咱师尊老大人在咱的性理提示内面，伊在58章的内面有甲咱提到。咱这内面就是已经有一个，伊在讲离天呐、啊，离天就是有一个无极乐母在内面啊。就是有一个主宰者在内面啊，这是确实在甲一般顶的人，甚至你自身内阁有存疑讲，啊，敢真正有一个老母娘，还是讲那个明明上帝存在，坐不住。有诶讲，啊，我着妈妈生嘛吼，我内腹肚着遮大，妈妈甲我胃腹肚生了，就是安尼，所以生我就是妈妈娘。唔知影讲生咱妈妈是生这个心，啊，阁有一个灵性无看到的。存在迄、那个主宰者，就是老母娘。所以即种咧甲咱讲是确实咧甲咱讲，天地万物的其实是有一个主宰者，万物的造物主。啊，这造物主是啥？就是咱的
老无娘，咱三老的无变顶关系，明明上帝，无量清虚，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，万灵尽赞。哇，老母娘的名足长吼，敢记会开？好长啊，但是这就是安尼，这拢有伊的意涵伫内面。但是今仔这個意涵，毋是现下要来学习。即今仔现下的重点是要甲咱各位听听报告。假使咱若带着新道亲，也是咱厝内面的人，咱有想要甲伊度的前嫌，咱会当来甲伊讲。咱天地之间就是造物主，一个造物主，这个确实的存在，为咱咱来甲看，这个造物主伊会产生咱的宇宙空间，为无的物件，甲伊化作实体轮，来甲化互看。那么老主呢，嘛是甲这个虚空这个造物主呢，甲伊人格化、人格化。咱拢讲造物主，还是生做安怎嘛，毋知伊就是甲伊人格化。化作像咱即摆咧讲的老母娘嘛，是咱道中家人格化。人格化就是变成敢若有一个人伫遐啦。其实老母娘敢是一个人，敢是咱想的讲咱的老母安尼。咱有时啊讲演戏吼，捌看到讲演老母娘的相，老母娘敢真正有相，敢真正是生做安尼，并毋是安尼。迄只不过是迄个无的物件咧化作，互咱一般顶安尼讲吼，以形象来讲。以前咱的听到，可能也是听拢无啦。啊，无的，就是无的，哪会听有？这个无的物件到底是啥？要把这个无的物件化作变有，啊，要搁化作互咱听有，不是有尔，爱搁听有。哦，这个境界足高的呢。这有时啊哦，去遐徛伫遮，遐咱拢脚搓手搓，也袂晓讲，只好安那去收集。这咱足侪前辈者，甲咱慈悲的道理，咱拢点样说？把咱开始的道理，吼，安尼收集，来甲统整起来，吼，迄个统整起来，这是拢是前辈才统整起来，毋是遐个头壳内面的物件呢？那伊遐个头壳内面的物件，啊，看去就是无啊，无就是无啊，要甲无讲到有，足困难的。以咱的程度，以咱的赞处，还无到遐。老子的程度甲赞处，伊已经会当感触个天地之间的机。甲伊即个缘，伊即个体，所以又甲咱讲一句，啊，就是希望咱会当去体会到日常生活当中，虽然咱拢过了真自然啦吼，袂讲呼吸了，讲爱摕一个氧气罩吼，除非讲已经是辛苦病痛，正常咱一般顶的人唔免，啊，呼吸嘛唔免开钱，拢正常，但是卖甲咱讲吼，这一切正常拢是 normal 的稳定。上天的恩德，老母的恩泽啊，无遮咱无法度呢。老母娘予咱呢，毋是干咱放伫遮尔吼，毋是讲啊着干咱放遮尔，伊阁予咱下当活伫即个世界顶，袂予咱去受着生命危险，干咱穿平平拢干咱穿好好，环境拢用好势。这以宇宙的真相来看，就咱家己想的啦。这个就是在跟咱讲老母娘的存在，咱的天地造物主的存在。那么，若以个体这个身躯来讲，咱拢感觉咱就一个人尔。咱这个人啊，要哪有法度去改变命运？要哪有法度讲哦？我有啥物福星？我会当去搭帮助的，我会当去帮助别人。甚至神父啊，咱的老师啊，做侪神父拢讲，咱若有这个福星。有时还自我怀疑呢，当着受气的代志，敢会噗噗跳？当着受气嘛，噗噗跳呢？啊，迄嘴又挡袂掉，会安怎？会讲受气的话无？啊，受气的话讲出来了，你会感觉你是福无？哈，敢若若讲了无好的话，也是想了无好的念头哦，等一下家己安怎？心内会艰苦，会安尼想讲，哎呦！我较会安尼讲吼，现在有时啊，拢会常常拢对外口拢袂，啊对内面的人会袂，对尤其是对厝内面的人吼，拢会挡袂牢吼，或者三姨现在会讲挡袂牢，
这三字挡袂掉，就是咱无教，咱是老母赐予咱原胎佛性，咱是佛祖，甲藏伫心内，咱才甲人的心藏伫头前，就会感觉讲咱挡袂掉。但是咱若常常讲，咱是佛祖，咱是佛性，眼前所有一切，只不过是要甲咱化的，要甲咱成长的。如果咱有辨别这点，其实咱无挡袂掉，咱无法度，咱无做袂到，无遮负面的名字。啊，因为咱就是自我认识啊，所以各位浅显，咱以个体观来看咱这个真相，身体的真相。不管你今仔坐伫遮，你是五岁、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、六十岁、七十岁，你敢有了解到你这个生命为倒来的？啊，来遮的真相是啥物？各位浅显，咱敢有清楚咱来遮的生命是啥物？拢清楚了吗？其实佛法不是在问人，徛在这佛法照着嘴鼻，才徛在咱问咱各位前世，佛法实际是在问咱家己。像咱像王端师吼，咱伫满道信伊遐咧学习道德经，伊讲真慈悲，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伊照着交阮做伙咧学习道德经，其实毋是伊在讲道德经互阮听，是伊照着交阮互相来学习。伊坐伫遐，伊照着阮，伊家己来，伊咧讲，但是伊咧成长。啊，迄阵学校感觉讲，王教授真谦虚吼，伊会当读到滴经，读到讲，伊哦，愈读拢愈畅快，愈读愈畅快，所以伊即摆吼，拢愈读啊愈解，愈修愈解，伊感觉足好个，伊拢鼓励足侪人吼，若会使吼，第一礼拜六，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吼，会当来咱信仰的堂吼，来听到滴经，伊感觉大家安尼互相。座谈，伊用类似用座谈的方式，伊感觉真好。啊，遐较拢会感觉讲真钦佩咱前人者吼，因为遐较体会袂到。遐较大家若要上台，轮到遐较要报告，遐较就开始烦恼啊，哈，烦恼啥？烦恼道理讲袂出来。啊，是啊，那道理是用讲的，你讲袂出来，因为咱的道理是用看的，用听的，用想的。毋是真正甲道理摕来，伫咱即个身躯顶来检讨、来反省、来改变。遐感受着讲，王天老师互遐遐个精神感受是一点。所以，若是搁透过脑子，互咱遮个文字个开发，已经着遐遐安尼自己安尼甲观想、甲串联。其实，咱拢是上帝之子。咱的本体内面拢有佛性，咱拢是自心内面有道，但是咱拢甲伊抛道而行。咱自性拢是佛哦，但是咱真济到佛的在上。咱咧想代志到佛的思维的想的方向，咱咧做到像佛咧做的道理的这种规矩咧进行，这拢是咱要去思考的。嘛是咱来鼓励咱家己的。除了反思、忏悔以外，咱来个感恩，感恩上天老母。就予遐较遮含慢，即爿是袂记的，即爿是啥物拢毋知袂晓。东抄西抄，东想西想，啊，佫好佳哉，啊，佮伊个佛性佫无叫无去，含慢尔，但是佛性佫伫个。所以咱要做感恩老母，上天老母教导伫咱这个身躯顶，是真正存在。这个存在，也就是在甲咱讲，咱必须透过着观察着这个存在。咱的佛性呢，咱无法度去知影，但是咱用感受的，咱家己自我去观想。无这个佛性，咱袂听哦。咱就像老师咧讲讲，空觉传声，伊照着迄个觉啊。咱各位浅显，咱正用倒咧听，恁这个声为倒去，声为倒去，浅显拢比耳仔吼，啊耳仔内面有啥？内面塌条也是有空，有空呢。所以讲，高神不素这个角啊，这个角内面这个空啊，咱的身躯伫咱的
人体来甲看，咱身躯有空无？咱身躯若无空吼，拢甲塌塌的。你也看这个人，等一下可能今仔未超过今仔活过。咱的身躯爱有空的，所以你看咱爱有听耳，啊嘛爱声爱安怎？爱有出来呢？敢是？所以咱有食了，啊嘛爱安怎？爱出来呢？啊，你有恶苗无？咱来甲想是做恶苗，啊，这是这个身躯来讲哦。啊，嘛以咱这个佛体自性来讲的，伊敢有改掉？伊敢有因为你今仔食一块，安尼讲啦吼，你食一块咱即摆讲素食的上好的牛排叫做天贝啊吼，敢捌听过？吼，迄种是大豆发酵，讲迄印尼、印度遐个迄种原始产物叫天贝，熬啊做的，讲迄是迄个素食的牛肉，就做好的，啊，足贵哦，吼，一块安尼细格块啊，很贵哦。小小一块，一两百块。啊，你讲食遮好个物件，你食落去，你会神魂发光无？敢有？无呢？啊，你今仔摇八道，摇八道，摇足久哦。你摇到吼，你知影无食，摇到下昼，下昼无食，摇到下晡，你会神个，因为你甲摇，你无好食，伊就啊摇死，嘛袂呢？啊，这嘛是上天老母咧甲咱讲，伊存在，但是伊袂因为你外在。你外在的选择来去改变伊，你袂去改变伊哦。伊甲咱讲这个存在，第一点拢在甲咱讲存在。啊，所以讲这个存在，咱其他个甲想讲，啊，敢是安尼尔吗？除了咱这个上大宇宙以外观，啊，搁咱这个身躯，咱这个身体，啊，搁有一个，咱的身躯定当着的，是咪叫做命运？咱人是咪好命、歹命、好运、歹运，敢是？啊，若好运，拢讲哦，足好运的上天慈悲；啊，若歹运，佮会讲上天无保庇，身躯无保庇，敢袂？袂啦，伊嘛是咧甲咱讲哦，即、這个因果观，今仔是安怎，咱会行到即个无好的程度，碰到无好的运势，甚至是无好的命运来出生。今仔是安怎，咱有一个好的程度、好的运势、好的出世，就是。是安怎有好，是安怎有歹，是安怎有顺，是安怎有逆，啊，讲顺境甲逆境，这拢是循环甲原因的存在，啊，就是咧甲咱讲哦。如果虽然咱这个自性佛啊，伊不增不减，吼、哦，但是伊袂假，在性不增嘛，伊咱来佛堂啊，伊嘛袂较卷哦，袂哦，啊嘛在凡的，你倒去厝伊嘛袂较减哦，拢袂哦。拢袂哦，迄、那个佛性伊的存在，这点就是咱要讲存在尔，袂因为你做啥，伊就从我来减去。你搁今仔夜倒去杀人，伊搁伫个，安尼有殊胜无？迄、那个佛性就是永远拢伫个哦。啊，真正来讲哦，啊你安尼讲，我唔免来啊啦，我后来如果我要做啥，就啥我袂做啦吼。但是这是等下后一章要讲，等下后一段要讲的，是咱这段要讲是讲存在。可能足清楚这个佛性的存在。会因为咱去做啥就失去，啊，这个因果命运嘞，也是咱这个习性，咱这个头壳内面吼，有一个储藏，咱讲的，这个随身碟吼，这个储藏体已经，你做的啊，目睭正看到的啊，咱正看到讲，哦来，正看到头前这个光，即摆这电话哪甲开开来，咱各位先生目睭正开开，正开开，你正到感觉到头前有光，好，来目睭闭好去。你看过的物件吼，咱拢当作看过就无去啊，对不对？袂无去哦，伊是存在哦，伊存在伫你的头壳内面，你的记忆体内面哦。你有一个像迄随身碟，你有一个迄、那个四不记，你有一个主机体伫内面哦，拢会显入去哦。啊，定时会出来，你慢慢啊累积就出来，慢慢啊累积累积，甲一个空间时间里，人讲诶时间空间成熟的时候。这个基温、时温成熟的时阵，这个存在就开始了。啊，就是这点拢在甲咱讲存在。国性不属，是为显明。这个就是咱讲这个生机的存在。啊，这个生机的存在一出来，伊第二段伊阁甲咱讲，显明之门是为天地经。啊，这个门啦吼，显明之门，这个门。还是出入口，咱脚底仔有惊门入来，还是跳窗仔入来？吓，门。还是空间规定完，
表嫂阿拉来，咱哪落来？龙。恁是有伊门行入来？是啊，咱有通道门，又叫做出入口，又叫做会当开关的关子，有一个门嘛吼，会当控制开关，会当控制开关，关起来控制。啊，佫有叫做关键处，叫做要点，叫做方法，叫做通道，通道。那个门就是一个关卡。有下来记讲，咱之前有一个2012，迄阵哦最流行叫做世界末日。迄阵啊，行海时阵哦，玛雅预言那讲2012年，啊，各位浅浅，到世界末日，无啊、哦？到刚刚的世界末日，哦，好、哦，头拄我讲无哦，只有下个，安尼甲你吓一下吼，无哦，安尼、哦啊、就讲有哦，有哦，啊，世界末日伫倒？2012年吼，迄阵大家拢吼话多梦，话多梦，话讲后尾移民去外太空嘛吼，去创啥话就讲哦。在山上拢卖卖，要去倒去倒。2012年迄阵玛雅预言，世界末日。其实世界末日是从2012年开始，所有的有一个人出一本册写，啊，伊写的是，听下感觉真有道理。咱来甲看，伊讲2012年吼，所谓的世界末日，是一个阶段性的开始，跟一个阶段性的结束。这个门毛阶段性的，就是你为只行过只就无同款了。不一样的开始跟不一样的结束。一共2012年开始智慧型手机流行全世界，所有的人都陷入智慧型手机的奴役。大家拢有白个哦，大家拢有摕手机啊喏。咱啊看大大细汉的啊，去餐厅啊，甚至即卖了去自助餐食饭，一个人也好，三个人也好，坐了食饭拢要创啊？用手机，世界末日进入，大家拢伫遐做一个动作。滑呀滑呀滑呀！各位浅显，咱敢有发现？咱敢有中到？咱敢有去陷入迄个世界末日？咱敢有陷入去？你只若讲你手机啊无智慧型手机，无啥物通讯软体，卖讲啥，无通讯软体。无人通找人，就讲你安那跟不上时代，你退流行啊！但是，啊老师佫甲咱讲哦，道理啊，流行到真正遐尔好，互你遐尔追求，是毋是啊？老师的流行，就是即摆咱咧流行的物件，咱拢流行啥？三 C 产品。咱即摆拢咧流行的物件是啥物？就佮毋是咧进门咱回答啊？在咱的内心啊，许下家己安尼想，去想，咱即摆内面咧流行啥，许下自我心问家己。YouTube 啊，网络电视。咱只能继续自我先想者，咱咧流行啥？所以不要去安讲受天地经，伊在讲这个经，以二的意思来讲，伊有啥物？伊有固定，啊，佮有植物的吸收，啊，佮有伊咧藏水分。植物咧储藏水分啊，吼，养分的功能，伊有养储藏养分的功能，伊嘛有伊的基底、伊的基础，啊，佮伊的本源，即个根的东西。所以老师伫即种刷咧，甲咱讲哦，第一种甲咱讲，造物主宰者，明明上帝老母娘的存在，造物主的存在，伊是存在哦。啊，伊即个存在咧，伊佮有一个门哦，就是显明嘛。就一开始第五章，伊在讲这个中，中就是在讲，甲果实、甲无的物件化作一个果实、果实，甲有的东西化成以古神来比喻，古神他又把它化为玄冰、玄冰，伊叫伊玄冰，所以为中世间玄冰，其实在拢在讲同一个物件，拢在讲中，中就是玄冰，玄冰就是中，嘛是在咧来讲天地。这个门啊，入去哦，咱会当找着天地根。所以伊甲咱讲啊，这个宇宙奥妙生命生机啊，有一个门啊。这个门哦，有一个通道，有一个门，有一个要法哦。伫倒呢？这个天地之间呢，有一个根，为这个门入去，你就会当去找着迄个根。所以你必须要找着迄个根之前，爱先找着迄个门。嘛，就是咱咧讲，
咱的窍门。这个窍门，咱知影，若要为厝的要来咱集合性的，咱若确实唔知影咯，伊即摆啦吼，咱讲手机要用啥，爱 Google 吼 ，Google 第一个神啊，咱知吼，少年人拢讲啊，啥物袂晓，拢爱找啥，找 Google 大神，Google 必神啊嘞吼 ，Google 必神啊嘞。啊，这个神，伊才会当甲你导到神元三娘，你若甲讲要去天堂，伊才会当甲你导到天堂。无法度，诶，奇怪，伊有法度甲你导到神元山，伊无法度甲你导到天堂。啊，这嘛是就是咧甲咱讲啥物，咱来甲思考一下。老祖伫即句咧甲咱讲啥物？显平之文是天地经，这个经，这个会当互你布个，咱甲看，经济敢看会出来？家己拖脚底的时阵，除非是咱用咱家己掂落去，用咱家己知，敢是？这粒种子若是用咱家己掂的，别人掂的，伫拖脚底，伊无定根，无固根，无蹦出来，咱敢会知？咱看无好，咱唔知哦。所以一个人的好歹，若准讲吼，无互咱看到，无互咱当到，咱敢会知这个人好甲歹？咱唔知啊，我们不知道呢。但是自己知无？那自己佫讲唔知吼，安尼就好讲伊真厉害哦。自己一定知，你掂着迄个种子，你甲掂落去，你就对自己一定知。所以咱甲看，种子掂落去，佮伊要布芽，布芽，敢爱时间？哎。啊，时间定嘛？你敢捌看过你甲掂种子，咱有做实过吼？许个嘛，毋是讲捌做实过，许个捌佚佗做实过啦吼。去当佚佗安尼，就安尼游玩票性的。甲掂落去，你掂的物件，逐丛拢会布个，会定根，会生，会大丛，逐丛拢会，敢会？无。做实个就知，无一定啦。嘛着爱啥？你的土有够营养啦，你的水有够啦，啊嘛着爱日头啦。人讲爱天时地利，啊嘛啊个人和，啊有人甲你，甲你施肥，甲你灌溉嘛吼，有人安尼啦，甲你施肥，甲你。有人讲伊太大，所以这是爱有，人讲上天的恩德，啊，佮加上咱家己，咱本身咱九行七作的恩德，安尼加加掺掺，男男的，迄个营养分太出来，营养分出来，敢逐层拢会大层，敢袂？哈？敢逐层拢会大层？哎，迄佫无一定呢。要达成的夸张吼，敢是？伊话安怎？我甲一半讲啊，我无爱发啦，敢有？有啊，嘛有迄个罢工的啊吼，做甲一半讲啊，毋爱做个啊吼，敢有？啊嘛做甲一半向向安怎？去互鸟啊，碰伊食去啊，意外有一寡因素啊，都会。即拢有伊的前因，啊伊就结合一个果。啊，所以老师佮你甲咱讲吼，咱即个天地之间。有一个老母，有一个祖先，有一个佛像，有一个道，在天公道嘛吼，一个道的存在，在咱的身躯，一个佛像的存在。而这个存在，咱都爱清楚哦。家内面呢，你要去找这个吼，把你藏在一个门内面，把你放在那个门里面，然后保你安全呐。啊，若无，咱这个佛像啊，若无一个所在人藏。咱要去倒找，啊，咱要去倒运用，要让这个身躯会当运用，就是甲藏伫一个所在，所以就看吼，去感觉着讲，这敢若是吼，这个是道的显微啊。咱是毋是拢知影道的这个足细微的所在伫倒？伊的微妙很细微，门应该看有啦吼。所以迄个味，目睭阁会当看，只要你详细去遐看，认真去遐看，伊是看会到，伊毋是看袂到的。除非你目睭起起要甲弄落去，安尼你讲无看到门。啊，若目睭开开有看到，拢会看到门，敢是？嗯。这个门你绝对看会到，所以你爱知影讲，伊这个小的所在伫倒个，爱细里去甲伊找，是细里去来照顾，也就是许下感受讲。咱是毋是拢已经袂记咱伫倒来个，要伫倒转去，即个所在，要安怎转去？各位先生，咱敢保证咱逐个人拢会当转去？嗯。
哈，哪会当保证哪会当回去？不管你即摆摇头、无摇头、点头，其他拢甲你保证，你拢会回去，因为你即拢有觉知，即拢有觉知啊，家己有觉知，家己知影。啊，为莫开始去甲伊拍面，去甲伊做，绝对会回去。啊，你若讲家己有觉知哦，啊，莫做嘞，敢会回去？我安尼，其他就唔知啊。有较就唔知啊，敢若像较多迄个经济诶，不一定，伊会定金会不给，吼、哦，爱往上生长，但是他要不要开花结果，也要靠自己一半咱家己诶意志力。所以咱拢请袂起咱诶国家向伊倒，咱讲话做代志、想代志，心内无国家向诶即个所在，咱咧做啥想啥。我白想，我白讲，我白做，因为咱无想着讲，咱安尼是毋是会当回去？咱无把迄放伫第一啦，咱把咱的人心放第一啦。有那迄天吼，去咱护士团啊，比如一个讲，啊，你感觉讲，食，你即暗时啊，要食一个水果，你身躯头有100块，你感觉这100块是摕来买水果，还是说这100块是隔天的早顿？这100块若是隔天早顿的钱？各位姐姐，你也提来买早餐，还是提来买水果？我想吃，跟我明天必须一定早上，我要早餐呢。我需要跟我想要，你这100块你也提伫倒一边。你看人闽南的遐小朋友哈，啊当然，这各有各的答案啦、啊。咱会当想象啊，想要吃的时间要买哦。啊，讲我会当恁来，我就是 keep 着，我明仔载来吃早餐。好、哦，啊，话讲倒一个较对，各位浅浅倒一个较对，拢对，拢对，吼、哦，啊嘛安怎，拢对嘛拢唔对嘞，因为你有一个对了，有啥，就唔对啊，啊，就有一个输，就有一个灰啊，啊，你心内若无舒舒服服，你若有精力做主，你敢会摕着100块里啊想讲，我是要来想要买，还是我摕我应该来买？你那100块应该是自然放的，该时间到需要啥，你就是去甲买啥。需要我听好哦，是自然来做的，不是伫遐想讲我要来买啥，敢是安尼？自然的物件是有真理，真理就是自然。你讲我要共买嘛是自然，我自然就共买出来。迄无自然哦，买人无自然哦。许下来比如吼，买人闹自然哦，你买人干嘛想一下？来，咱各位浅浅思考咧。咱过去咧，甲人讲的骂人，敢卖想一下？你讲我拢免，我骂人，我免想，我有诶了出来。迄叫做习惯，习惯。但是你若是囡仔，你真叫一个囡仔吼，两三岁，还是迄当咧学讲话囡仔，你甲讲，来，你骂我，你骂我，你看伊要来甲你骂，伊会甲你骂无？所以骂是安怎来诶？习惯啊，习惯安怎来诶？恶来诶。学进来的，但是我有听到妈妈甲我骂，我即摆就学妈妈甲我骂型，学妈妈咧甲我骂的遐话，啊遐型，我就甲伊骂我的同学。啊骂骂久，我连当我就做够甲骂，我咧甲骂，我拢免想，我就骂出来。啊，无咱甲想啊，如果是自然的物件，你啊看小朋友就知影。如果囡仔细汉都袂晓，那有可能是咱大汉变会晓。各位浅浅敢是安尼？是毋是做侪代志就是咱安尼来？所以咱嘛甚至也是讲，咱交老师，咱拢讲疏导疏导，老师拢伫屏山底下咧殷殷盼切着我们，一直看咱平时要回去。但是老师嘛甲咱讲的，伊讲道理啊，疏导是咱的良心良能啊，我们的良知良能啊，啊导就是迷失的众生啊。其实伊咧讲的拢是在讲咱这个人尔。如果你会当去想着讲，哎呀，你会当觉得讲。感受到确实啊，当我若是以真理出发咧看代志、做代志，今仔有当个代志，到上个代志，有当个代志是上个代志，有当个代志，今仔是做一个单位服务的迄个人个代志，敢是？所以伊服务的便所，我去上人，哦，我就甲讲，今仔你上便所，你做便所，便所太高啊，你来扫较清气个，敢是？啊，今仔服务的人讲啊，遐一桶水，遐有一桶水啊，恁咧服务爱家留起来啊。佛堂是大家，唔是今仔上来服务什么人的？
感觉，各位浅显感觉，对呢，迄是伫外哦。如果你伫内，你咪当安尼想；你伫外，你就无遮分别心。你看到水，今仔你袂去分是啥服务，你嘛袂去讲哦，今仔啥服务的煮这足好食，今仔这啥服务的煮这食落饱。你拢会食这顿饭的时阵，你抱着啥物的心？感恩的心，感恩哦，感恩哦，足感恩的哦。各位真诶，你摕你啉一杯水。在生活所倒着一杯水，你着感恩哦，感恩哦，足感恩！这杯水吼，伊会有生命，伊会来帮助你的身躯，伊会让你的五脏六腑拢会当滋润着，拢会当健康哦，敢知？咱可能无伊安尼想吼，但是你一直甲嫌，啊啦，煮这真少，食袂饱，食袂饱，你即个便当甲食了，你绝对食袂饱。迄叫做念力啊！哎、欸，这是咱好浅浅，伊迄个生命是咱给伊的。无形当中，咱咧看哦，所以咱讲咫尺天涯，咱的思角度咫尺天涯，伊即个玄关窍。你的玄关窍，咱有常常咧甲看玄关窍。啊，若像他讲迄个关，咱拢甲关掉的。啊，咱要讲伊宇宙一个门，会当找着回天的路。咱拢讲天啊，天啊，天啊，啊天有几天？天气咱正看就是一个天尔咧。咱这地球，人讲天外有天。但是天气都有天呢，啊天气都有天是啥？师尊咧甲咱讲，气天个呛天、象天啦吼，呛天就是咱即卖很呛感现象界，很呛感个气球是气天，气天气都是气天，所以这是天门的演化，有一个门。然后做咧甲咱讲，这个关一关一关，搁有一关一关哦。各位请想，啊以咱的身躯来讲，这个门。嘛是有一关一关哦，要倒一关。咱即摆咧食饭，敢有请玄关的主师傅讲食饭哦？天贤，你敢有甲请食饭？啊，你敢有早暗在甲遐听？哈，有上清下浊无？拢无哦。啊，恁哪会讲伊是佛性伫咱内面？咱嘛有一关一关的，咱是要食来讲，啊，我今仔想要食啥，敢是？知影想要来食一个啊，迄个菜包了，甲买菜包。知影想要食碗粿，买碗粿。你敢有甲敲电话甲问讲，主先生，你今仔想要食啥货？无吼，咱唔知吼，无甲问吼，啊嘛相对的哦。咱请请无甲问，遐个唔是要叫咱做戆人，但是遐个请请提醒咱家己。当咱咧想代志，咱起心动念，开始迄念头咧起来的时阵，咱有先甲问一下无？咱就先甲请起来，去甲拜一下无？恁敢有甲请出来拜一下？敢有？无吼，啊，拢甲安怎？拢甲关的，拢甲关的。所以咱看咱的囡仔吼，咱伫母体内面吼，迄胎儿啦，还袂是生出来，迄点灵性啦入来，迄个元神入去，伊伫母体内面十月怀胎伫遐构造，因为目睭先生，咱敢知？咱的胚胎啊，长着眼睛，咱的人体构造为目睭，因为灵性性入去嘛。咱知啥物目睭？因为双果体先完成。即、这个医学内面，双果体就是主宰咱的感官，咱的整个咱的迄落内面，就是伫咱的目、怀、鼻、鼻中迄个入面，伊内面就是双果体。啊，迄个内面就是主宰感官，咱的眼睛，咱的整个胎儿的形成，就是为这目睭形成，先开始。那么胎儿生成的过程，为目睭开始的，你来讲讲，这个灵魂之窗啊，入面这个就是有这个进去这个元神哦，定位之后进来之后就定掉的呀。那么定掉的之后呢，当甲咱出生大汉，甲咱死亡，死亡断开迄个时间，咱的灵性到位到最初的地方，也是最终的地方，再出去，搁出去。啊，所以元神呢，那一旦入去就坐掉的，关起来，就关起来哦，就袂动啊。但是咱即摆拢有咧讲哦，师尊老大人，佮有咧甲咱伫心理提示来讲，三宝心法，三宝持用。当你持念你的三宝开始持用的时阵，你的元神就发动哦，元神若发动哦，你会劳而不倦。你会可能做足侪代志，努力足侪，
做足侪，即个身体体力会落，但是你袂感觉足酸。啊，咱即摆人拢毋是做足侪代志，拢是坐伫遐就感觉呐。安尼，摇来摇去，为虾米？足酸的啊！坐伫遮就拄久啊，坐伫遮就足酸的啊。因为咱拢甲原神拢关的哦，无咧甲发动。啊，你看咱的耳朵歹吼，久若无发动哦，你搁去甲发来发偌久？爱发足久无？啊，油门吹无，你爱用力的，爱落足久无？爱干呢？各位先生，咱的原神拢常常甲关着，无咧发动吼。什么叫原神发动？咱有常常行路一步。一字真经，咱有咱在念无？刚刚前生讲，咱敢有在念无字真经？我无人是袂使讲呢。迄毋是倒来，刚刚要转去，搁要转开迄时阵，爱断掉，还倒去甲伊听甲讲呢？毋是安尼哦，老师拢甲咱讲哦，三宝日常用，三宝日常用。什么叫日常用？咱行住坐卧伫咱的心内，拢咧默念，咧默用。念念啊，持念念念啊，用我真想要讲咧。他拄仔老先生讲，我咧骂人拢毋免想诶，即摆想，你要骂人之前想这五字就好啊。心内就甲想，想啥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他拄仔想要骂足大诶，我即摆骂世界啊。不过我会当搁想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真敢若有比他拄仔搁较细个啊？我想要骂啊，吼安尼，搁甲持念一遍。你著安尼慢慢降服他。咱人的心性一定要靠着天官窍内面的元神发动来给伊合福。这个门，老师咧甲咱讲，咱若无找着迄个门，无法度去知影迄个本源。唔知影本源做代志，若无一个根据，没有根据的事，没有根本的事，咱做啥物代志，拢担得西歪。所以咱的命运就担得西歪。所以咱想诶，咱就感觉讲，咱咧想啥嘛，拢东倒西歪，颠倒颠。啊，所以即个安全的通道吼，咱来请请哦，去甲清理哦。即个通道莫有贪物件，虽然伊甲我甲咱讲存在，叫咱嘛甲咱报告，伊存在啊，伊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啊，不增不减，伊存在。你搁去杀人，伊嘛存在，佛性拢存在。但是今仔你去讲着无好诶代志，做着无好诶代志，起着无好诶心念，伊开始。